玩住层层叠搭，快问快答。毕加索定毕比特？毕加索。深斋桥定宋慧乔？深斋桥。直谷定快活谷？直谷啊，因为直谷就是刚才我讲 innovation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我觉得做 architect 一定要保持住一个很 innovative 的信念才可以继续。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新的方向，新和旧的东西是共存，能够好好保存一个城市的特色的时候，亦都注入一些新的生命力，令它是一个活化的过程。建筑师面对蓝天白云的日子一定是少过杯天的时候。我试过有些 project 画了十几个 option， 一路都个 client 不喜欢咁 reject 了。你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回去你第一个 sketch 反而是最好的东西。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要忘记你开初个 dream， 同埋一定要有一个 vision。咁嗰樣嘢係令建築物提升咗嘅層次。我嘅夢想就係好希望香港嘅建築師係可以衝出去國際啦，可以做到一啲好嘅建築，而令到即係成個香港建築師嗰個能力係提高咯。